师傅，最后我想再帮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稍微有一点长。他是这样的，他前段时间在处理跟同修的问题时候呢，时候就是可能就做错事情了，然后可能讲错话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也当时没在意，然后接下来就做了几天的噩梦，然后有一天他是梦见一个共修组负责人给他看图腾，说他接下来会有很多麻烦，还说什么有什么轮回因果，然后同修就问是什么麻烦啊，那个负责人就是说比如你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啊什么的。那同学就说那我会有多严重呢，那个负责人不肯讲，然后但是这个同修做梦同修他的意念里感觉可能会在二月份发生这件事儿，然后呢另外同时别人梦到他就是梦到他的时候出现了一句话，就说他会越来越癫狂，然后这同学就他就很怕嘛，就一直在念礼佛忏悔，然后有一天呢他在电脑前弘法的时候稍微睡着了，听到了一句话是说天理不容难成正果，请师父开示他大概是犯了什么错啊。大错大错，记住了，现在如果犯错基本上就三样，第一是邪淫，第二那最厉害的是敛财，第二是犯邪淫罪，第三就是造业使人丢人会命使人退转。那一般这种是在他学佛之后还是之前犯的错才会这样？一般的这么严厉的话，天理不容的话，已经是说明他的前世修得很差了，这辈子因为修行他才会改好的，所以呢这辈子没好好修才会这样的，就这么简单。哦，好像他忏悔过，以前学佛前的确是有邪淫的情况。好了，嗯，我告诉你、嗯、呵呵，你听到过一句话吗？万恶什么为首啊？哦，万恶淫为首。哦，这样子。你看看现在多少、多少当官的下来，是犯什么罪啊？哦，这都是这种罪。财有时候人还下不来呢，啊，对不对啊？嗯。你一碰淫，马上就下来。那如果这是学佛前犯的错，他学佛后好好的忏悔，这个能消掉吗？问题他学佛之后、他忏悔了之后他又犯了，所以马上前账后账一起算，这就是天地不容了、听懂吗？那是不是就比如说他学佛前比如犯了邪淫，学佛后他如果说什么共修组里面可能前上可能当时做过一点再造过一点业，是不是就把这个就激活了？激活了不一定、对，激活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对不对啊？啊，小时候拿过爸爸妈妈钱，从此以后大起来不拿了、突然之间现在十八岁了二十岁了，突然之间又拿爸爸妈妈钱了，被爸爸妈妈抓到之后，你怎么改不了的啦？你从小就拿钱爸爸妈妈钱，你偷啊，你偷到二十岁你还要偷啊，算不算一起啦？嗯，现在明白了吗、如果他从此以后不偷了，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没了？嗯，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就这样。嗯，师傅，那这位同修现在他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哼，两种，一种我们等死咯，一种我们好好修了改咯。菩萨永远给人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菩萨也改不了你的因果，就看你自己了。嗯。明白了吗？哦。要狂度人，狂做好事情。啊，要真的彻底忏悔、我告诉你啊、你看韩国人好的啊，他们过去有啊犯了一些不好的偷窃罪，他自己恨的嘞、怎么这么要偷的了，改不了了，把手指一断掉。哦，那接下来呢天上就给他花掉一笔，为什么？他坚决在改了。嗯嗯，那么要看他自己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业可以消掉很多，我不是叫你们去做这种事情，我就是告诉你要有决心。你去看看人多难改啊，对不对啊？喜欢男女之事的人多难改啊、像个畜生一样，喜欢钱的人你看着这钱眼睛就红了。明白了吗？好了。明白。嗯，真的是像师傅说的，就是我们最戒不了哪个，就千万要离这个远一点，对了，不然真的会很麻烦。其实呢，
戒是什么呢？戒不是说真的叫你，哎呀，不碰到你也不可能的。你在人间，你比方说你是人间的，我说无这个吃五谷杂粮的人，你说这欲望总是有的，但是欲望来了，这是正常的，就是看怎么来克制，用什么方法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经常戒不了淫荡的这种女人男人，那你就必须呢干什么呢？就看见这种东西躲开，网上一看就把它 delete 掉，把它就马上弄掉，不要去看，嗯，不要克制自己，那你不就是慢慢就好了吗？你喜欢钱方面经不起考验的，你就不要去碰钱嘛，你避嫌嘛，不可以吗？啊，对不对啊？嗯，啊，就这样，对，嗯，好的，明白，谢谢师傅开始。